10月17日晚上，中国队在汤姆斯杯决赛中以0-3完败给印尼，无缘第11个汤杯冠军。回顾这场比赛，第一单打陆光组的失利是国羽失败的关键因素，由汤杯的卫冕失利也暴露出了国羽一个最大的问题。男队新一代领军人物到底是谁？陈龙和林丹。回看过去，曾经的国羽一哥林丹带领国羽雄踞世界霸主好长一段时间，但年龄不饶人，随着林丹这个羽坛奇才退役，国羽新一哥是谁就凸显了出来。因为林丹的职业生涯太长，原本被认为最有希望的陈龙在林丹隐退之后也成为了老将，更为主要的是陈龙随着年龄增大状态也随之下滑，已经有廉颇老矣的感觉。前不久的东京奥运会，32岁的陈龙决赛0-2败给安塞龙，随后的全运会半决赛，陈龙又0-2输给师弟石宇奇，连续两场关键比赛失利，证明陈龙巅峰已过，神勇不在，很难再扛起国羽的大旗。在陈龙之后，最有希望成为林丹接班人的是石宇奇，但2019年的重伤让他的职业生涯遭受重创，状态大受影响。重新复出之后，虽然赶上了东京奥运会，但4-1决赛完败给安塞龙而出局。前不久的苏杯和这次汤杯，石宇奇虽然拼劲十足，但苏杯小组赛和淘汰赛连续输给泰国男单一号选手昆拉武特和丹麦一哥安塞龙，汤杯半决赛又以弃赛的方式完败给桃田贤斗，都暴露出他技术上和心理方面的不足，也让人对他意志力和战斗力表示怀疑。这种情况下，不够硬的石头也很难接棒林丹、李诗峰。陈龙老矣，石头偏软，国羽新一哥是谁？希望最大的当然是这次汤杯出任2-3单的陆光组、李诗峰和翁宏阳三人了。实战就是试金石。从汤杯的实况来看，三人比较2018年青奥会男单金牌和全国羽毛球冠军赛冠军李诗峰表现最抢眼，对阵泰国队，他击败了战胜石宇奇的昆拉武特，半决赛与日本队一战又掀翻了长山甘泰，决赛对阵克里斯蒂时，李诗峰也是鏖战到决胜局才惜败给乔纳坦。实事求是地说，虽然国羽汤杯卫冕失利，但李诗峰的表现成为最大欣喜和收获。假以时日，经过更多的历练，相信刚刚21岁的李诗峰会愈加成熟，挑起大梁，让我们期待着。